桃子，其实你有没有朋友啊？有啊。对，我说那个就是可以，就是知心的朋友，在就是在你的身边。我觉得很少，非常少，几乎是我在帮我的朋友解决问题。嗯，都是人家讲给你听。对，大概有一两个是可以的，可是他们工作比我还忙，常常不在台湾，所以我常常在有时候夜里我要找他讲个话，然后他去日本，好，嗯哼，就常常是这样子。是，而且你知道很悲哀的是，之前发生一个悲剧，超级大悲剧，悲剧，嗯。因为我常常会觉得，就是我以前对爱情很灰心，很灰心，那个灰心可能是90%，剩10%哦，我还是相信爱情，还相信，但是我相信的是会发生在别人身上，我相信的永恒的美好是别人会发生。OK， 我不是那个人没关系，但是我还是相信。可是最近我对爱情的信心哦，产生了前所未有一个大危机，就跟着地震你也动摇了。对，但是跟地震没关系，是我的朋友。我个朋友，她跟她一个男朋友已经两个已经是就是不要说论及婚嫁，已经大就生，他们是神仙眷侣，好的不得了了。然后那个男生是好到没有人会怀疑他出轨。结果他出轨了。哇，我的朋友也崩溃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。你懂，你的身边总有这么一对，是你觉得那个是太美好的一对，不可能有任何的不好事发生在身上，就真的发生了。我你知道吗？我哭得比这个朋友还惨。因为你把这个理想都寄托在他身上嘛。对，然后结果我觉得我对爱情所有的相信是放在他身上的，反而不是在结果没有